同英文版執行總編輯盧峰獲獎保釋。多謝大家辛關心，辛苦曬。筆名盧峰嘅馮偉光離開灣仔警察總部。據了解，佢獲准以20萬元保釋，並且需要交出旅遊證件，下個月底再報到。佢喺星期日夜晚喺機場被警方國安處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拘捕。